一次性使用试压注射器，可应用于需要做椎管内穿刺的麻醉操作，包括硬膜外麻醉、腰硬联合麻醉、分娩镇痛等。本产品根据弹性装置减压变形原理设计，在注射器前段设置有压力囊泡指示器，在穿刺针尖未到达硬膜外腔前，囊泡保持充盈，提示可以继续进针。在穿刺针尖到达硬膜外腔的瞬间，弹性囊泡立刻瘪掉，代替人的主观判断，及时显示该处压力的变化，提示穿刺针尖已经到达目标腔隙，穿刺操作成功。一次性使用试压注射器，在2毫升处设计有卡口，避免推杆后退，保持囊泡充盈。产品优势，相比玻璃注射器依靠手感判断穿刺过程，试压注射器实现了穿刺过程可视化。囊泡压力小，压力稳定误差控在3000帕，穿刺更安全。采用低阻力胶塞，推注手感更好，卡位更清晰。准确的判断，提高了穿刺的成功率及安全性。操作简单，便于医生临床及教学使用。这是用，你把盐水倒在这儿，用盐水的。还要盐水的？嗯。那先出药吧。不动它，不能动。只要不比吧。对，重新开。不用这事。对，他要教学。那你待会儿开教学，我们就要细致。先生，嗯，隔壁也用吗？这个开不开？可以，一会儿、一会儿给你开一个哈。不是，一定要牵顶着拍啊！啊，一定，你看着哈，一定要有点致密了以后。疼？不疼。不疼。哎，这对顶着，顶着那个针栓，拿掉它，拿起它来，一定顶住了，拧紧。拧紧顶住，把顶住的动作做一下，让人看到你是在顶住，然后推抛，顶住推抛，对，让人看到你是这个意思，然后把抛推起来，推大，好，好朝抛朝上，哎，好，好进吧，哎，再进，不能推，始终两个手是在进的，再进，哎，稍微大一点动作，哎，好，啊，这就到了。然后你可以直接支管，要不然你。